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988制作。爸爸，我求埋你啊！我唔要住喺度啊！我要翻屋企啊！我辞职得罪你两仔爷，咁使要我还债啊？我要自己打自己嘅头啊！一齐翻屋企，好，我哋一齐翻屋企。你讲得啱嘅，你冇错，系我哋大人嘅错，累到你要承受后果。猪仔有只小鬼鬼，编剧黄君彦，第三集。妈，啊，点啊点啊，氹掂咗佢啦吓？系啊，瞓咗啦。辛苦你了，唔辛苦。唉，一未交猪仔俾我照顾，第一日就搞唔掂咯。仲要你咁夜扑过嚟，我真系冇用啊！啊，你唔好咁讲啦，系我同阿欣美嘅问题搞到你老人家，应该系我哋讲对唔住。唉，大家一家人，猪仔系我孙嚟噶嘛，使咩咁客气？诶，你做咩啊？冇事，你食咗嘢未噶？你买个包俾猪仔，都唔买埋自己嗰份嘅。我一时急得滞，唔记得咗。哦，我入去厨房滗啲热饭俾你吓。我唔使啦，就呢碗啦。你特登啲粒蛋俾猪仔，冇晒啦，就呢碗得噶。哎呀，入边仲有餸噶，我攞埋嚟俾你啦吓。啊，多谢阿妈。其实呢一度都几风凉水冷啊！我真系唔明白欣美以前点解唔中意呢一度。嚟啦嚟啦，好彩头先啊，我一直坐热紧，趁热食啦吓。哇，咸鱼蒸肉饼，腐乳油麦，正啊！嗱，中意就食多啲咯吓。哦，唔系噶啦，如果猪仔的口味刺到你就好了，偏偏就刺晒佢阿妈。系咯，欣美咧唔中意食呢一啲咁嘅嘢噶，所以都冇俾猪仔食过。不过咧，我喺出边做嘢嘅时候正嗌你食噶，好味啊！好味就慢慢食啦吓。其实你同欣美发生咗咩事啫吓？我知道我知道我个女嘅脾气唔系咁好，你平时都好就得佢噶，咁点解今次搞到关系咁僵啊？吓，唔关佢事嘅，系我冇用啫。你读咁多书，仲做咩咩机械人嘅研究，点会话冇用啊？科学研究所已经喺两年前停止注资俾我哋研究人工智能呢个计划，我已经被革职咗。吓，哎呀，所以欣美就出嚟做工帮补家用啦。我系咪好冇用啊？我话过欣美嫁俾我，我要好咁照顾佢，点知照顾唔到佢，仲搞到妻离子散。咁你而家住喺边啊？有冇工作啊？有，唔使担心噶，喺大学度教书。哦，好好。大学有宿舍俾我住噶，做大学教授都几好啊！唔系大学教授啊，系大学研究所嘅助教。哦，咁做做下就做教授噶啦，你咁叻系咪？我呢个女咧，做人就好率直，有时又有啲任性，你唔好怪佢啊！冇，我从来都冇怪过佢。或者等迟啲佢谂通咗就冇事噶啦。唉，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只要你仲爱佢，冇喺出边搞三搞四就冇事噶啦。我老公以前就系因为出边搞女人，抌低我哋两母女唔理，所以咧佢好嬲佢爸爸噶，佢好嬲男人不忠噶。唉，我以前都有担心过噶。呢件事会唔会影响到佢对婚姻嘅态度？咁后来见到你同佢结婚，我先至放下心头大石咋。
伯制作，猪仔有只小鬼鬼。猪仔啊，由屋企出嚟咧，嗱就要行过呢个草场，穿过条巷仔，嗱过咗呢条马路就到学校噶啦，记住啊，吓吓。嗱，过马路咧就要睇红绿灯，红色人仔咧唔好过啊，要等转青色人仔至可以过噶，啊？嗯，嗱嗱嗱，转绿灯啦。行得啦！哇，第一日开学真系人多车多喎、啊，应该要去边度报到呢？吓、啊，咁耐都冇嚟过，都唔知啲手续同旧时系咪一样呢？妈咪仔，妈咪陪我，记得放喺书包度啊！吓、啊，你件衫巢咗啦，执翻整齐先啦。哎呀，唔好喊啦！爹哋妈咪喺度嘛，妈咪拜拜。猪仔到咗幼稚园啦，以后咧你就喺度翻学。妈咪，我又冇事噶。睇下几多朋友仔陪你啊？系啊，猪仔咧系超人嚟噶嘛，翻学难唔到你嘅，系咪？我哋咧就喺课室外面陪你。OK， 你要乖乖地喺度听老师话，同朋友仔玩。咁先至系噶嘛，勇敢！猪仔啊，做咩头耷耷啊？吓、啊，妈咪，好臭啊！系、哦、喎，点解咁臭嘅？边个踩到屎啊？妈咪啊，鬼啊，鬼踩屎啊！我冇啊冇啊，我冇踩到屎啊！哦，梗系你濑屎啦，濑屎仔！你讲乜嘢啊？讲你啊，濑屎仔！猪仔，猪仔，唔好理佢，我哋入学校咯。嚟啊，嚟啊，嚟啊！唉，原来系你成身酸缩除呀、啊！我认得你啦，你成日喺街口垃圾桶度执汽水罐嘅。嗱，我唔系话穷人唔可以读书，只不过，要冲凉干干净净噶嘛，咁臭入嚟学校啊，好污染空气呀、啊、，Maria。攞我支 Shoshu Shakira Mary 香水嚟啦 ！Yes, Mom。唉，唔攞啲贵嘢出嚟都唔得嘅。猪仔，猪仔，哎呀，个宝贝仔，对唔住啊，对唔住，对唔住，我扶你个仔呀，都唔知你有咩菌啊，行开啦，净系散番仔冇家教。你点可以咁讲嘢噶？系咩？第一日开学，父母都唔理。实系冇人要嘅嘢仔啦，乱冲乱撞，撞跌我个仔啊，就咁走咗去，唔系生翻系咩啊？有爷生冇乸教，龙仔啊，我哋走吓，我实向学校投诉你噶。吓、啊，今日嘅天气啊，真系热噶啦。哇！有司机担遮，仲有工人服侍，咁都仲叫热喎？系咯，你睇佢把遮啊，仲有自动风扇喷水功能添啊！系喎，今日又会咁热嘅。哎呀，阿婆婆你点啊？娇敏啊，过嚟呢度坐下啦。嚟啦嚟啦，坐。唔该唔该，老师终于嚟啦！哇，呢个就系龙仔嘅班主任啊！我睇落冇乜经验喎，得唔得？各位同学早晨，老师早晨，乖啦，欢迎你哋嚟到育文小学一年级 C 班。我咧就系、是、你哋嘅班主任，我叫做田方彤，你哋可以叫我做田老师，记住咯噃。好啦，而家咧我哋开始点名。咁当我叫到你哋嘅名嘅时候咧，就企起身，俾其他嘅同学都认识下你哋，明白吗？明白。不过呢，田老师呢一个人要记晒你哋40个同学仔嘅名字就有啲困难，咁可唔可以帮田老师啊？我哋呢就当系玩游戏啊，企起身之后就自我介绍一下，讲啲令到大家呢都会记得你哋嘅。OK， 好嘅，好啦，
我点名噶啦。第一位同学何飞龙，到。哇，好大声，好有气势。嚟啊，介绍下自己。我叫何飞龙，妈咪话我系识飞上天嘅龙啊。咁犀利啊！佢话飞龙在天。仲有啊，我爹哋好有钱噶。妈咪话有钱做乜都得噶啦。老师啊，你有冇钱啊？老师觉得够用就得噶啦。吓、啊，咁即系有定冇啊？啊，哎呀，我唔理啊，我叫妈咪俾啲钱你啊。啊，妈咪，妈、啊、咪，飞龙，飞龙，飞龙啊，唔使啦，老师唔需要啊。咁、啊、我帮你唔到噶。你要帮我乜嘢啊？帮你记住我咯，有钱啊，咪可以记住我咯。啊老师咧，净系需要时间去记住大家，大脑嘅运作咧系同钱冇关噶。系嘅咩？系啊，不过咧都好多谢你，你对钱嘅理论咧已经系加深咗老师对你嘅印象噶啦。我会记得你叫做何飞龙。啊，妈咪讲得啱啊，就系、是、有钱乜都得啊。睇你记得我啦。OK， 下一个。朱自强，朱自强，你是朱自强，你慢慢讲啊，唔使急噶。我叫朱自强，爹哋妈咪都叫我朱仔。我爹哋是机械人。啊、你爹哋系机械人？唔系啊，唔系啊，系我爸爸机械人啊！系啊，我爹哋系做机械人噶、哦。猪仔讲错咗啫，唔可以咁样笑佢噶。猪仔啊，你爹哋系做科学研究，研究制造机械人，系吗？嗯。哇，好犀利！咁妈咪咧？妈咪。嗯。妈咪好忙噶，佢讲大话，佢系濑屎仔嚟噶，你唔好爹哋妈咪垃圾婆大到嚟噶，你唔可以，我唔系濑屎仔啊，放手啊！猪仔啊！我知道那个肥仔讲嘢咧系过分咗啲，不过你都唔可以喐手打人噶，吓、啊，咁样系唔啱噶。你有冇听到我讲嘢啊？吓、啊，哦，哇！一落堂食堂咁多人噶、哦，我搵个位先吓。妍妍啊，你中意食个肠仔蛋面啊？好肚饿啊！爸爸买咗你中意食嘅叉烧包同烧肉。你坐喺度，妈咪去买嘢俾你食啊！妈咪，我要食炒粉。妈咪，我要肠仔蛋。系啦系啦，嗱，肠仔蛋夹面包。耶，好嘢！文文，出嚟食早餐啦！嚟紧啦！哇，我都有肠仔的面包，正啊！哇，你哋两仔爷嘅食相一模一样嘅喎、哦，梗系啦，我个仔嚟个，睇下。猪仔，猪仔，有位噶啦，嚟啦嚟啦，快啲嚟啦，过嚟啦！你系咪好肚饿啊？吓，眼定定咁睇住人哋食嘢嘅。哎呀，最衰今朝嚟唔切煮啦！你坐喺度等我吓，我行去排队买俾你食吓、啊。等我啊，等我啊！小小的宇宙，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真的你，唔系小木偶。猪仔啊，妈咪话咧，明年我会去德瑞小学翻学啊，你咧？我都系呀、啊。
九八八制作，猪仔有只小鬼鬼。校长，你找我啊？是啊，坐啊。哦，田老师，今天第一天开学，我就收到你班学生何飞龙的家长何太投诉另一个学生朱志强不断令他的仔受伤，早上撞跌他，之后上课又打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啊？是。唉，现在的小孩这么小有暴力倾向，唉，我是不是收错这个学生呢？原来是个问题儿童。那个何太还要求我们踢朱志强出校，如果不是就会在网络上公告天下。不得，这样对朱志强太不公平了。校长啊，两件事发生的时候我都在场的，朱志强动手是他有错，不过事前是因为何飞龙和何太挑衅在先的。究竟发生什么事跟我讲清楚。其实两个小朋友和家长都需要教育，何太灌输了何飞龙对于金钱的错误认知，另外他对人的态度都有点不礼貌，而朱志强他和其他小朋友的举动就有点不一样，我需要多些时间观察才可以下判断。今天开学不见爸爸妈妈，是婆婆带他来的，我觉得他的家庭可能出了一些问题，而何飞龙这么啱就讲了一些说话刺激到他，令到他有些激烈的反应。朱志强的妈妈是我以前的学生，成绩都不错的，她因为临时要出国公干，所以帮她的仔就转校来了这里，比起阿妈照顾。我记得她找我的时候呢都没有提及朱志强的爸爸，我也都没有多问。如果父母离了婚或者爸爸离开了，都会影响小朋友的心理成长的。这样吧，我将朱志强调去 D 班，然后叫辅导老师 Miss 方跟进，再亲自 call 去妈妈约她见一见面。咪住啊，校长，翻学一日之后就调班了，这样会影响小朋友的心理的。那如果我们的推测没错，他因为家庭的问题而导致心理偏差的话，我们这样做是会更加伤害到他，令到他觉得所有人都嫌弃他，将他当波咁踢的。都是的，你说得啱，好彩你提醒我这点。小朋友的心理如果处理不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继续被何飞龙和朱志强同班，那会不会啊？校长啊，我会多加留意他们，给点时间我，我会尽力帮助他们的。好，那何太就交给我去应付了。多谢校长。有只小鬼鬼第三集，导演郑美英，配音黄君贤，朱志强梁金玉饰演，朱博文朱广威饰演，婆婆沈桂常饰演，田方彤童心饰演，林欣薇许芳齐饰演，何飞龙刘彩玉饰演，何太詹慧玲饰演，彭校长潘有才饰演。
期一至五中午12点，只要 Tune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